讲拄啊，已经有三个人要先发言吼，一个陈胜、陈文龙、陈胜吼，已经有讲有意见要表达吼，是不是？咱先来写陈胜。啊，咱三个讲煞，阮做该做伙来，伊就好无？该答复的，该安尼说明的，阮做伙来处理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各位来平安长官来到我们小琉球哦，来那个发言这个座谈会啦吼、哦。啊，我是真欢迎讲咱是业主，你若是要来阮小琉球开这个座谈会，我真欢迎你。啊，若是要来宣布你的独团，讲宣布你的政策，这就是这两个是两。阮小琉球无欢迎你来，因为从今仔开始，你若是要来宣传你的政策，无要阮改变含虚伪讨论的事，我希望你别来阮小琉球，你直接咱去电视台讲予全国的市民、全国的百姓听，大家就了解讲，咱台湾的政府是安怎来宣传到的问题有重要无重要，对唔对？予大家拢了解，安尼啊。哦，啊若无，阮小琉球真正无欢迎，真正你去业主。伊啊，树只我来改名，改做糟蹋树。现在你专门咧糟蹋阮渔民的，唔是咧为我阮渔民。你今仔领阮渔民咧纳税钱的，你知？唔是领恁家己红毒的。我今仔日渔民啊，全台湾省也无渔民，无渔业树，改无你对伊改山业树，领山顶的百姓的钱咯，忙交阮渔民的钱。阮渔民真正互你糟蹋到够艰苦啊！你现在限制200海里以内两四幺袂使出来食鱼食。我问你，你今仔日台北要来搞小琉球，你有先去探查你的车的油量有够，有法度通开到东港无？通坐船过来无？如果够，你一定是爱去加油加油够，无你讲半路塞到半路要停顿呀，我做人是。阮四幺的有在条出到200海里以外食鱼，就是阮有去评估阮的能力有够，才我当塞到遐，塞到遐食鱼。200海里来都无人抓，你大家叫我200海里来抓鱼，是要抓啥？含所有都袂得。我问你，你政府要环保做，无可能。你真早糟蹋阮渔民，真早讲过了，迄块面一粒山仔半啦，一石仔半啦，要补助。阮渔民了所有都要补助，加抓一尾鱼也要罚。你今仔罚渔民罚一外万的钱，我讲你个，罚你一外万是啥物目的？前古代你讲老蒋的咧独权的时代。渔民慢慢罚到半壳，啊！你今仔日啊，小看一个代志，你罚渔民，免讲一句空话，咱你讲咱咧民主的国家，无可能啦！今仔是叫做民主啦，民主的国家就是百姓来付出国家才会公正。百姓啊，善家我问伊个，你国家要公伊倒来钱啊？有哪算钱通叫无？无可无钱通叫。啊！你今仔讲有，逐项代志都。都主动跟渔民去抓鱼，抓古早时代新船也无水，插一支旗仔，叫做湾仔的龟。今仔若湾仔的龟入来，大家要罚钱，大家今仔要罚钱。啊，这什么道理？无良的国家就是安尼啦。日本人个哦，迄个金鱼袂使抓，伊照料不过，为着阮个渔民的生存，照料不过，人伊嘛是甲抓，有人有法度多伊无？无法度。咱琉球，阮琉球迄阵，咱台湾迄阵，若去捡了一尾鱼，是哦，规个港口拢一鱼就死个，拢规二十船仔围条条，拄啊亲像咧，两日必遭死到，都比较严重。啊，这敢有啥物？这我问下，这敢有敢有这严重？拢一只船仔捡了一尾鱼，迄敢有啥物？敢有啥物话来重要代志？伊嘛是为着伊个生存，咱为着伊个费用啊，唔使讲啊！我今仔日若无加了一寡有诶无滴卖，我诶费用袂得啊！啊，恁敢有？啊，你设定200亿啊？敢有？讲我问你，敢有？国家全世界国家拄啊，独独咱台湾200亿咧，禁止人诶时阵袂使得着。全世界国家200亿以外是公开咧，逐家拄啊拢会使得着。拄啊独独咱这个无良国家，害死咱家己渔民，袂使出得着。哎、啊，我问你，请问你这条有民主无？你讲民主，国家这条民主无？啊，都袂去咧。袂紧，我开始跟你说明一下，开始我请阮导师就规定跟你说明一下哈。因为你讲迄个 CD 三咧，再三偷200亿块钱来看电脑，啊 CD 二袂使钱，你搁看电脑袂使去偷钱，袂使偷这200亿啊钱。你若有能力个国家要替渔民服务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所有个渔民。CT3的、CT2的，有的，大家拢有看回报是较侪。
回过去就是你，阮三叔到倒来，你拢知影阮的船仔位置在，你都交宣布交讲，你要去倒来抓鱼拢不管，拢随在你。你要侵入别人的国家抓，也那无要紧。是警察，你若侵入别人的国家，让别人国家抓，甚至我做贼啊，无人抓的，互警察抓的，我政府无甲你负责，因为你是做违法的。啊，我若是讲去别人的国家抓，真正要去到别人国家的抓，就别人国家抓的，咱台湾的国家就先交罚钱。这，啊，这拢袂先我，我唔知就是无公布去种个为着咱的家庭的经济，无我遐好看，我会当过，我若就来倒来。我就在做贼，我咧讨爱人，我含我倒来，我自讲，哦，出钱忙的事情，讨爱人，讨爱人就互政府做贼，无伊又搁伊要哪做贼，我大行都要共做贼，无一人要为咱国家为百姓。好，等一下吼，多谢伊啊哈。啊，麻烦你讲个这个。你拄仔讲的吼，你拄仔讲的五点，我真同意啦吼。第一点就是讲，若无移民就无企业数啦吼，确实无唔对啦。若无移民就无这个产业就无必要去设企业数啦吼。第二就是讲，你讲的讲一寡规定，这是为着哪会为着罚款哦？我甲你特别说明哦，罚款是不得已的，罚款是不得已。政府绝对袂讲甲你罚钱，啊变做政府的工课吼，这种不得已。所以我恰恰阮同事针对两个部分啦吼，第一个部分就是 CT2， 为什么袂使出200海里以外？这咱先说明。啊，第二就是国际的规范，为什么讲因掠鱼啊等啊，有一寡鱼啊袂使掠，即马掠等啊？为什么有安尼个限制吼？我请阮董事来说明。所以是不是鼎龙组长这你先来说明？啊，你台语讲会通未？会啦吼。台语讲，你吼。陈文龙。陈文龙。第一点吼，讲即个吼，他袂讲吼，他永州吼，即专门讲处理即国际渔业的事务啦吼。我起码参加足济渔业，参加足济国际渔业组织啦吼。啊，你做上这个，我做公关做了。参加国际组织必须要遵守国际组织规范，好，起码参加国际组织要遵守国际规范，第一点，要做就渔船要先登记白名单，因为贵体哈，这些 CT2、CT1 哈，甚至一些 CT0 的这些秀线下船哈，都没登记渔业组织白名单，所以说这些要出公海去作业哈，第一点就违反了国际组织的规定，第一点说这些。小船哈，也或许也是有安全的顾虑啊，哈。啊，无，我那没知道，我等下到咱的哎呦，东沙渡车又唔去规划。东沙渡，国内的。东沙渡人哪里？东西国内的部分都是两百海里以来的，都是两百海里里面的啦，哈。我这个要各位船东说明一下哈，等一下那些50吨哈，我们移民哈，无小心哈，掠到些未使掠的鱼啊，譬如讲这些乌沙，哈，那过去。坦白讲，是以下数嘛是对这個、掠乌沙的，头壳真正头疼吼。因为这乌沙吼，这個、国际内底吼，因为资源问题，所以讲国际讲这乌沙袂使掠。啊，要唔过有时阵吼，我渔民无小心掠到一尾两尾，过去是坦白讲，无因为讲这掠一尾两尾，甲你处罚。啊，坦白讲，这和渔业署处罚都是抓长。十几吨，甚至有的抓了20几吨、30几吨的动物了，其实对主玩哈，对国际的资源保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。所以说以亚数哈有定这个三法，对抓这个不该抓的鱼种哈，这些可能限制比较严，处罚比较重哈。那这个部分还希望我们这个船主这边或船东这边也在了解，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你挖不小心抓了一尾，我们就给你罚很重的钱，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考虑。好不好，谢谢。各位，我补充一下，这个咱小琉球，无什么人，我讲的遐大声，大家听嘛。我小琉球的外海，是阮小琉球头十外米尔。哎，游轮呐，拄啊过十只拢在遐咧头路水。我甲伊报海巡的，海巡的大只，海巡嘛是了阮里面的下大最前的。我叫伊去，无在钓，塞登遐身边啊看风。哎，是我的呢，归队呢。台湾的作业，啊，我捌叫海巡署处，海巡署处，佮有甲动静，佮有因拢伫遐咧拍油，啊是咧招数啊，是甚物的？拍油来，用油船啊？伊遐拍油，佮有招数的啊，无得个啦。啊，即个我也叫海巡署处真正，我叫海巡署处，佮有海巡署有处，佮有动静。各种样真正嘛是无法度
拢无法。囡仔嘛是规堆人，无像是你，看出七日前起去，还是要七日看转世去。我叫海神树的厝啊，海神树的个。迄就是拢在咱台湾头路做的啦。这个部分吼，阮来协调啊，今仔日咱个会议记录当时有这个代志。啊！委员才买到三工，咱来甲交通部、甲海巡署协调。哎呀，真久啊！啊，台湾的移民电台伊甲做，拢无好啦。要甲你啊！结果那遐罗志光遐大，伊唔知哪一个单要收，伊就搁出钱哦，假唔假？啊，你拢唔知？但系薪水遐侪，到底怎样领尔啦？都做，都嘛唔知。这个代志吼，主要是牵涉到环保署跟经济部。什么行政管啊？不能管啊！属于您管。这个吼，这个行政院一毛。无钱开，他讲来什么行？协调。环保署小王来负责的。你根本都讲的呀，做都不做。这个还是要做。这个咱台湾的医疗是真管制，有来伊的，伊就是真啊，就是你们咱的山脚爱抽水啦，爱真啊，伊外海你伊无咱的宽，无咱的限制，伊来伊免抽水啦。伊所以现在就讲到外海爱遐怕油，你不在地方敢抽水啦。啊，伊真啊有规定，一个所在讲我去靠什么所在啦，啊，靠什么所在抽水啦？我带是外去哩。伊迄即摆讲咧拍油，诶油底底拢全拍下下落，啊我滚矮咯，啊皮啊拢，那东西拢油酥咧，啊我叫啊叫报南台，我看有要出来无无，我想讲要报迄点白了，海神树有在厝啦，厝有那有晒去引大迄落咧拍油的遐个农民啦。有人吼对海兄吼对咱一干市民的作业的一个。咱是厝嘛，嘿对。二头小桥的外海，二头二十米以内拢军队啦，二十米都有十万米将军队啦。桥的西南五南东，拢有啦。啊，所以你若讲无啊，好转遐，你嘛爱想办法来处理，也是安怎样？我搁报告一下，因迄外口哦呢，因油爸爸的，迄油底无，迄油搁拢拍海下落呢。啊，我的滚头盖遐哦。迄鸭龟啥物个滚，拢油光呢，我才会现受气呢。这你咧讲，注意真起来。你有一张相片啊，我看无。迄派出所的有去翕相。当时的代志。诶，他两年啦，两年啦，他两年做本这个问题啦。哦，兄弟们，他两年，他两年叫你说证啊，我提啦，他两年要说证。对不对？我请报备人台，这个数字报备人台，该说派出所的数字啦，派出所的数字好低。咱老街的就好讲，对不对？你哪能想要讲了？你只能凭啥讲出来？你啊，水亏得又快。为什么你去吃台湾？我你说你是从管理的，你从看西土路去听。你啊，是搁连连发生，伊一个讲安怎，阮搁甲反映讲。啊！你啊，二万在带一个单要收，阮就搁出钱哦，食饭阮算袂好。啊，所以咱的政府就是安那，无灵啊。收钱从无灵，了啊，发钱从无灵，都拢无灵。好，咱阮等下吼，大概相关单位吼，咱该会议了啥？咱一礼拜找相关单位来讨论吼。啊，拄啊讲遐问题，甲你先到底是啥物款的问题？啊，你若讲，注意一下啦，哎呀，人跟人讲，我拢无做啦。哦，真的啦。第二，拄啊，迄个陈神咧讲吼，一只两只就还，阮农事讲绝对无这个代志。我一干嘛讲，好，你若安尼一只两只就共还，无你到底掠偌济，你共发钱，发偌济，你列一个表。伊讲唔好，你只列出来外口知影吼，有诶代志无在了收煞，但是应该真侪拢是掠足侪档诶啦，掠足侪档，掠甲。实在无材料处理吼，所以这你应该了解，因为阮想要列一流表讲，啊，这个加罚钱是掠几档，这个掠几档，哦，去外口人知影足歹收的。一点就是讲，哦，事实是安尼，无可能讲一两只都有比你落来。重点就是讲。为什么？重点就是讲爱较符合实际经营，你了解啦吼。重点就是讲，为什么阮的渔船，你今仔是领阮的哪有宣传，专讲你业主是阮渔民请的呢？阮是头家，你是新罗呢？是安怎？阮就来听你的话。阮伊准备一个卖鱼，从今是来报备讲，阮明仔载要卖。是阮家己的主张，我讲阮明仔载卖。结果你唔是呢？我今仔后日来卖，你来下次再卖一，你明仔载卖，我要罚钱哦。
这多人电工咁少，这个电动电脑会查个走。谢以申报这个部分，好。我一个卫生啊，伊外国廿二，拜登免是免冻袂伊，卡电话入来，伊免是免冻袂国家卡电话来台湾，讲咱台湾拜登免白银水玉棍，袂使入去卫生，就爱转外海哦，老老国拜使使入去卫生。啊，这叫做什么国家民主的国家就是安尼。其实大家正常讲的是，应该是泄于预报啦，即个泄于泄，他们讲即个泄于预报啦，吼、哦。那即个泄于预报，意思是讲，你要要下于进前吼，爱甲提早甲耶稣讲，你当时要下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规定是讲三天啦，吼、哦。他们讲即三天有够无够，有即会使讨论，吼、哦。要唔过过去吼，本来讲意思是讲，你即。泄于预报，甲政府讲，讲了政府一定是随甲你回答讲，你会使袂使，吼、哦？那有一个会使袂使，无互你讲会使袂使，都阮叫叫做民主。无，对啦，就是阮你啊，阮要卖，阮是个不平了，我明仔载卖，我是明仔载要卖，无卡准明仔载，那一斤啊五百，你叫我后日卖两百、三百，你要不做？我坦白讲，我讲甲你报告是讲，因为这个吼。哦位于这个是国际上面，哎，是遐不要批评的，哎，老邓介绍犯规不要批的，啊，你啊带一个，我问你，你啊带一个中锋，啊是一个去带伊，啊是恁兜有遐件代志袂当来，我唔知十几个十八个遐变袂。无啦，讲话当过。那你过，你看，你这个孙啊，你走去外口吼，走去大国家，你要进港，你要下鱼，嘛是爱报告，你每一个国家拢安尼做，他袂讲。过去耶稣是无这个规定，吼、哦，为2006年开始，吼、哦，有这泄于预报的制度啦，吼、哦，这制度开始实施进行，吼、哦，开始一开始阶段，吼、哦，坦白讲，这移民的反应说，哎、欸，不太适应，要唔过即摆做较即摆，坦白讲，95%以上，即摆做啊就好。好，讲你啊，这个是重点，你讲啊，讲一讲，这个好，向大家讲好啊。大家要反对。我意思是讲，你大家拢会用法都配合这措施啊。配合就是财经啦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我简单会。我们去查一下哈。好了，这了解哈。等一下，安尼啦吼。安尼啦，查一下国际的规定，咱那几工会使，咱就几工会使。哎呀，国际的规定，我都无管理。我来给你报告吼。咱有物件爱卖外国，所以你爱甲人迄啰，无时到咱物件，我让你卖的时阵，吃亏也嘛是安尼。我讲你，先我会讲安尼。新加坡不关系，你干啥移民拢无免。所以你了解一下，国际在渔业组织底下做出来的，其他国家是安那处理。哦，没了解一下其他国家，咱会使，咱就会使。啊，我特别说明哦，咱的物件爱回国外，咱今日是讲台湾，我都拢完全消费。所以你有当时就去，你就爱符合人的规划。我马上我安尼做，卖怪上好。但是有当时也是，人国际组织有这个规划，你无照安尼。后面我有你卖物件，你全世界连咱遐一个人鱼竿袂都袂使，吃亏是啥物啊？所以咱咧有诶代志吼是不得已诶。所以恁拄仔讲诶，若讲人制度上做会到，伊也算来做会到。啊，人制度上若是照安尼，啊，咱嘛去想到，人做会到，咱也做会到，咱嘛爱互人方便。哦，所以我感觉安尼讲有道理啦吼。介绍登关诶时阵，登开始做时，我感觉咱做会到，咱嘛尽量来做。哦，咱用这个方面。好啦，多谢啦吼。拄仔讲几点？绝对无迄个一只两只吼，讲我清楚哦吼。抓着迄个表，我毋敢列出来，因为惊列出来，委员如果嘛讲这有理。列出来是真正害着咱大家，袂使列出来，因为互看到更加无迄落。来，过来，倒有登记有一个黄先生，黄先生，来，黄先生，请。各位长官哦，大家我现主席要建议的问题，到底是你认识的关系，我实在啦。但是我看电视里面有只，我包括阿建议一个，我今仔所要建议的，就是阮渔业渔港，已经自某咱地方改到正路，不难弄啊。因为在造成阮一个港口消波块从黄埔停做一个放落来，
你要查到我的行道了，因为我已经建议几十年了，所以我来担任咱的议会代表，我是针对这点来咧建议啦。我的机动三板呢，我这是套近海，拢靠这个钢筋靠咧生活呢。但是你再建议呢，屏东县政府所回文来，阮议会是无钱，大概嘛无钱。啊，所以讲这个无钱，无你嘛是想一个办法，因为阮渔民出去是靠这个港口呢。我是近海的机动三板啊，敢若从莫兰地这个台风到进，我的机动三板的黑马，唔知拍歹几只，啊，要找人讨钱嘛，无法度。啊，白鸭嘛变过几来只，因为若每一年咱的热人的东南风头的时阵，我这个港口特别风硬，特别热，所以这点问题困扰阮渔民有够久。但是包括阮的渔会替阮争取嘛无下文，伊敢若甲你买一个文无钱，伊所要甲你帮忙的啥物嘢拢无。所以这点问题困扰阮渔民有够久，包括阮规个琉球。哎，还有其他的问题无？有啊，啊，我等恁两个讲，我再讲。要一项一项来哦，我你讲煞啦，讲煞，大家同我做伙就好啦。好啦，可以啊。所以讲是毋是请有关单位啊来了解一下？但是无这个钱，啊无法度来甲阮做这个钢水沟恢复安全，无要紧。但是上届起码嘛，就小波块，甲阮调往别位，唔茫来查着阮的航道定位。尤其哦，目前为止我所发现的，我五十岁，目前阮迄个港口咧处理的，我上少岁。所以阮迄拢是拢一寡长辈时代咧讨这个钱来，啊你这个行道已经查哩，阮遐几啊年啊，拢无一个完全无一个咱屏东县政府来到遮，要来甲咱提出解决的方法都无。啊，咱所建议的建议，咱的渔会，咱上关站就到咱琉球渔会尔，因为咱普通是活动接触到咱遐济大官，所以我要提起的就是这点问题。哦，啊包括哦咱陈立伟。哦，是先让咱到这问题安尼哈，刷了好哈，管护今日冇在场，你要不要说明？还是说明一下？哎，说明一下哈，请县府这边说明一下，你管护今日说明一下。县管的，咱渔业部的迄个渔港啊哈，啊，迄个你讲北上港落出嘛哈，啊，那是迄个环保地放来，啊，迄个小波块是规个行都拢是啦，啊，就北上港放落来。对。哎，阿爸，上个搬过来，你是讲对两年前开始有反应了嘛？还是管户这边是讲无钱嘛？啊，这件我阁从意见甲带回去，啊，我当场甲阮的长官反映。因为哦，咱等下若是有时间哦，可以请有关单位哦，啊，随着阮渔民哦来看一下。我蛮听话的啦。就安哦，安尼上方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麻烦你啦。哦，安尼啦，好，卡姐，我们那个副组长吼，跟县府去现场看一下吼，去看一下吼，啊，准来坐着啊吼。就是去看一下，啊，若坐袂着，你就留咧遮啦。哦，就是去了解一下，看到底会使处理，那咱会使甲屏东县政府斗相共，咱就甲紧处理掉吼，这样会使。好，多谢黄先生。咱过来做一个黄先生，洪良洪先生，黄先生，来，请。喂，长官你好，您这个在讲我去新港看，我看这个大哥一讲，哦。要听北上港的，啊，甲迄落要深港的，啊，你话几个？我当时我都，你啊一摆拖到叫当时啊，了啊，吼，啊，你话叫以前嘛，迄个做好啊，好，即拄啊委员有交代吼，即个规划，即马规划哦好了，工资款摕着很处理啦吼，啊，以后出去平一定用上大个力，上优先来处理，因为委员才有交代吼。来，过来，唔知道有其他问题无？来，你拄仔要讲歹势，你拄仔要讲，即摆话你。好。我是讲你咧渔业署哦，常开喙合嘴，就是保育哦，保护资源，安对哦。啊，你知影即个近海即个啥物资源都拢已经拢种啊，铁甲准备钓一尾啊，铁甲都无得钓啊，目孔。目孔也断种啊，皮岛阵皮岛也已经要断种啊。啊，你同了保育资源，啊，你甲同，你也要保育资源，你主要迄三家伙啊，三家伙你也无限制，你绝对你无法当保护啊。你敢在一个开嘴哦，是不？我这一辈怎么厉害？我咧一辈你啊的，啊，都互恁限制啊！啊，你啊想的，啊，你迄三脚虎啊，迄大细要起拢真死的，啊！
啊，你甲你去想卖，啊，你甲开嘴合嘴，无爱保护资源。啊，阮遮屏东关遮落流球落，遮有迄保护啊，但是直咧拍伊，拍伊海船咧来破坏，人收会倒啊，你要安怎保护啊？啊！所以你就要限制伊海里，你像我咱限制，啊你伊就你较有法当保护，啊无已经到遮去到台南我阮专门咧出去，阮拢专门咧钓飞刀生活呀，啊但是咯哈，阵个啊，走去到花莲啦，走去到花莲遐钓啦，走去到怪呀，新港遐去呀，啊。啊！你是按保育甲开嘴，你就是保育啊！保育甲保育大，你这什么鱼啊？无保育，外面伊袂去卖啦。所以只往头头长种伊啊！啊，你啊，放迄虫啊，迄虫个琉球个外海只虫啊，迄虾米虾米虾米啊？然后虾米移交个啊，迄愈死啊！你放愈济愈死啊！一来大细尾去一个房围伊个，是二空空啊，啊！所以你这三脚虎啊，你也无限制，你啊近海个跩拢要收起啊。我个事实我唔敢后退来，我现在知影只，即到安即个时代，差不多收起啊，二招我认为啊，安尼了解无？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等一下，黄神，来，等一下，来，我请习总就来说明一下，好，一个，好。啊，你开会开啥吼？问的家家做伙，啊，有讲着无讲着都唔知影吼。啊，你一样来吼，谢谢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一块有关系，咱南机关安怎来管理的？我这是说明一下，咱屏东关吼，因为三高路啊就是灯火一夜嘛。那屏东关吼，咱讲伊即马伊有定一个灯火一夜的禁渔期。伊是十二海里之内，拢袂用伫遐哩。你啊，伊说讲违法，迄是刑法哦。啊，刑法对。海巡署会出。对，这是规定吼，啊，这主要就是海巡署要执法啦。啊，对伊就是，就人讲的耳朵吼，起码伊跑主要是林门嘛，哦，咱大家拢知影。林门伊，林门伊在吼，拢一寡吼，伊有咧跑，伊嘛是用跑咧抓，跑。啊，阮即马针对跑王，阮嘛有一笔经费哦。即马你吼那个未满100吨的吼，你要在6海里以外才能够作业。啊，然后那个100吨以上，你来到12海里以外，这个我们的有一个那个跑王的渔业管理规划里面都规定哦。那你所反映，我想我们会再反映给海巡署。我们也会请他能够加强来执法，那这样子对我们的计划哦，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较大的保障。好啊，无啦，都补充一下。这个，喂，谈到啊，阮这个大哥谈到伊讲的啊，讲叫海巡署哦，要加强要抢这些三口啊，来抢这批刀哦。海巡署的业务我都24小时，干嘛过24小时啦？这是五万恁海巡署这个渔业署哦，会当过渔会了限制。因这拢兴达港、兴达港、新营、台南这，因陆地最主要，因卡的数量多嘛，上头百货会情。如何嘞？这个因鱼啊，带恁动手，讲拄啊卡十几栋的批刀，分做四班，上细安尼，上大个安尼，上大个安尼，佮分做四班，缩十几栋，完全全停开。我已经歇困半个月啊，我拢钓批刀，连做是半个月前。因鱼啊哩，带个工龄。亲身在讲的，缩十几度，啊！这咱搁有迄条鱼仔啦，连咱也缩开啊。我这位是啊。对哦，恁来个鱼尾都动啦，海巡署的出过，过未接你啦。你鱼行放往一尾尾，被抓到，超过数量偌济个罚罚太重嘞，安怎有法度啦？啊！恁家限制，阮这一尾一尾抓，你啊。哦，这点是你啊，中
我注意一下，你海巡要用海巡署的，海巡署的无二十四小时较低啦。安尼三个部分啦。哦，海巡嘛是爱到三工啦，吼。第一个部分，第二部分叫渔会这边话爱限制。啊，因为咱有当时拢有几 MS 迄轨迹吼，真正毛底长。你若讲倒一只，其实有啊，都会拢查会出来。甲今年年初吼，也搁查会出来。啊，过来第三就是为四面的部分，那个县市政府管理的，怎么样从那个后端？来回推前端，如果有违法的，把他的轨迹调出来，大概就抓得到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因为你即摆讲对吼，林刚讲听王姨甲阮妈，啊，就咧讲啊，你对迄别人拢无抓，干那抓我，是肯定你讲的。无啦，就是咱该做就爱做啦吼，该做就爱做，安尼好，好，谢谢吼，即个代志安尼处理吼，还佫有无？还佫有无？那无因为渔会有讲即款代志吼，我想讲嘛爱甲说明。但我去甲张立伟报告一下我。顶日啊吼，迄个你来，我有甲即个准备啊，讲阮台湾港迄个外口的迄个发展甲啊，佮即个工厂即个哦，你来迄个再佮我注意一下吼。在东岸边啦。哎呀，啊准备啊有翕相我哩无？有吼，哎呀，啊麻烦一下。你即摆咧规划啊？好好好好，是是是。哎，安中关好吼。即摆像拄仔伊咧讲个就对啦吼，掠一尾两尾乌沙，到底是几尾内底范围免发，咱爱做一个，甲阮讲互阮知影。食饭拢爱发，所以这种代志。拄仔就是讲，你若一尾两尾吼，会当。即个我来回应啦，吼啊，因为掠乌沙这本地真正袂使啦。啊！就听我讲啦，听我讲啦，好啊，听我讲会煞啦，好无？啊，其实即个大概啊发出来吼，迄罚单，恁差不多若开着迄款罚单，第一日拢起来我防处啦。哦，啊，就开始我就遮一个一个要求，我拢在要求我开始干掉，啊，我嘛足清楚是讲，遐量遐大吼，毋知要安怎甲人讲，将来都毋捌开着讲啥物咧一尾两尾只啦，袂啦，袂啦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你若去了解着讲，咱的黄牌是安怎来的，就是第一项。第二项就是讲，若迄数量大大呢吼，有时啊，连讲你都无人敢讲啊。顶我会记伫东港咧开会，大概做招招几啊百人伫啊，啊，佮顶撮咱伫遮时阵，大家嘛讲着乌沙人讲，袂叻啊，你摕到咩人叻？尤其掠足多，迄害死大家啦。啊，你讲啥物咧？一尾两尾。伊业主也袂戆，敢讲你是钓伫伊头掠迄两尾白啦，是咱一尾两尾，有时啊伊家咧食鱼个啊，都毋是咱你家掠啊，鱼伊家咧食鱼个，但是咱你家掠，还是倒来啊，都有一寡渔民，迄个先作切切个要，大家入要家食，一尾两尾无即个问题啦。但重点是，到底是毋是去掠乌沙个？迄只船所有人拢判断会出来啊。渔业主咧开发，我甲看看。会去针对乌沙甲开发的，差不多十个人拢知影讲哦，这毋是无小心掠到的，量太大，我安尼解释应该清楚啦，好无？哈、哦。但是我搁讲一个吼，像你讲的安尼，阮这细只也是拢一尾两尾啦。啊，问题就是你伫渔行，伊业主会来是要甲你定。啊，这若安尼，就叫伊毋免落来找这个麻烦啊。那需要伊来找阮的麻烦，我搁去找你的麻烦。是啦，你煞听无我意思，我哪听无你的意思？你听我讲，本地是拢袂使，啊拢袂使咯。啊，你著听我讲，啊，我甲你渔业署讲，买两买，啊，著搁我去找你。嗯，是嘛，啊，都无人一天的麻烦，啊，都无人一买两买用法卖啊，本地袂使。我是甲渔业署讲，你袂假搞。以后若一买两买，就免来找麻烦啦。啊，阮也免去找你啦。啊，你找我，我意思。找我，唔是叫做找麻烦，我太找你麻烦。是恁来找我，我就爱到处理。啊，这个那你讲的讲啊，一买两买以后，就甲伊业主讲，叫伊讲啊，这个无小心掠到的。有影啦，来，这个可以听得下去啦。我那个听来，我甲你转达，听好啦，哦。每一次你们开发出来量就是那么大，那个社会也可以接受，连渔民都觉得你别搞大家还要死啊！你偷了还要接，我连渔民都人家收。但是你们真的要拜托，迄个一尾两尾无人咧偷掠的啦，阿迄嘛咪偷掠，是家咧食鱼，他咪偷掠，敢搞？敢咱在海底上着乌沙，拢爱家掠开咧。如果你免聊，我看卖，
啊，龙眼肉滚落了，乌沙家来吃的啊，啊，一尾两尾啦，像这个经营，唔好假咬，造成大家的紧张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以上，好了 ，OK。这只这款吼，爱符合实际经营。啊，佫有温度啦，吼，温度，安尼调就好。但是你要叫温度师甲讲，你一只袂使关，这种话我唔敢讲，吼。但是作为部分，咱有会使来伊落吼，会符合实际，因为真正迄有切单吼，写甲迄个量吼，阮真正伫遐看了，唔敢讲，袂使。啊，佫袂使对外口讲，或者了解一下吼。啊，这就卖过伊落吼。因为你少数啦，总体你也比较厉害。即延伸钓半月去接的，怎啊来？伫别个内面，店面闹代志，啊，庄园你啊都害着店面闹代志，啊就对啦。啊，即个是讲，你啊袂使讲叫人，拢袂使甲恁发钱啊。因为迄袂使讲一个，因就是活着发你，啊会当讲甲伊放咧安钓。是啦，啊就算讲了，你啊害伊，你啊输的，你啦。都啊委婉，甲你处长嘛拢有讲过，吼，安尼大家了解就好吼。来，过来。过来有啥物问题问啊？无有一寡问题，我先来答复好无？迄个港口的部分吼，今日讲到作为包括新港啊，包括原来旧港要改善的吼，我们嘿，开始去看啊，若看无着着的吼，应该搁找时间拜东人来啊，甲管路再处理啊，处理了咱来查看嘛，迄个经费伫倒位吼，啊，咱想办法做，会解决的，会当面解决来处理啊，拄好就有咧讲委员都有咧交代的吼。迄条今年就开始处理，先设计，因为咱一定爱设计，偌侪量，偌侪迄条，啊，工人爱做偌久，即个确定了，阮后壁就会落去处理吼。第二个部分哦，因为只有讲到包括迄、那个，小琉球渔港内底吼，低阶人行安全码头，即做位看啦吼，这一起去看好无？吼，小副家你做位去看，伊干个部分，啊，有玩家咪该随时甲恁关心。第二部分就是咧讲。修改迄个远洋吼小钓遗传迄电子回报系统的界面语音操作，还用文字跟图样辅助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迄个对外一些这边请来说明一下，这边又来说明一下吼。谢谢司令吼，各位议员大家午安吼，我是对外也是发现丁啦吼。啊，恁头拄啊司令有讲过讲迄个电子娱乐book的部分啦吼，你用讲要用迄、那个。阮即摆是用文字诶，用图片，吼、哦，用图片甲有迄个文，恁爱输入，恁家己爱用语音诶，吼、哦。啊，恁即摆要用迄个语音诶，即吼、哦，即是阮转来可能，因为即是甲即摆诶方式无同，即语音着较早，恁即摆咱有手机啊，咱拢有咧用手机啊，手机啊有即个语音，毋过伊即爱有迄个网络啦。咱即摆船顶还阁无，咱诶网络是卫星迄个什么？你阵来伫无？你是？伫外国咧做代志，你上迄个卫星的迄个网络，甲咱即摆用即种的网络是无同的吼。啊，你咧用迄个语音通信是爱用迄个网际网路的，所以技术上是有可能啦吼。啊，毋过阮等下搁等下研究看嘛，如果这个可用性，是毋是迄个实用性？阮等下搁来参考看嘛，因为咱即摆上大的问题是咱时阵啊，咱无迄个。网际网路，啊，当然，即网际网络环境也拢去创造，佮即爱相当的技术性。我等下研究看卖啊。两个部分嘛，吼，第一个部分就是界面的部分，咱设计了先甲大家讨论一下，看下用啊袂下用。第二就是讲，拄好你讲的，你时阵啊顶无迄个网际网路吼，啊你若无迄个网络，你的信号有困难。但是伊若挂了后，也是甚物款的技术上过来迄条，啊嘛有可能一天进步足紧的吼，免偌久的嘛有这个网际网路啦吼。但是我感觉做一个人性化的界面，这足有需要的，吼图片啦、影音啊，互大家方便。当你无闲无工，搁伫遐拖打下这，吼做一个较人性化迄个界面，啊互人好做工作，这咱爱来做，吼这咱爱来做。来，今天我播兄姐啊，上次界面人性化那个，我们其实都已经讨论过了，这个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啊，另外拄啊，迄个我修正一下哦，我拄啊讲的，一尾两尾，迄是咧讲海人时阵啊哦，你唔好搁使鱼行哦，哎，唔好开玩笑哦，迄是国际保育的鱼行内底，你交易迄开有什么，像天大地大代志，即无适当讲伤济，因为即传播，即无人敢答应你，然后无海变啦，好不好？哎，讲个清楚者。拢袂使了，对啦。
卖啦，卖讲一趴啦，无人敢甲你讲会使啦，笑个。你也别了，你也别了，搞了。啊，伊讲伊讲有几十个好啊啦，他本来就别讲个啦。好，即你一只，佫有咧讲，啊，刘三是农会这边吼，你讲协助争取生于山，即刘琼免税店提供咱琉球的渔民吼，一年一届会使购买一次性的。一年额度的迄个温酒，这阮来转落财政无啦吼，这毋是阮的迄落吼，这毋是阮的款式，毋是叫，嘿，阮甲转一下，阮这已经来转，好啊，无咧请你顺便来报清楚。伊这个生人餐这个部分哦，咱一年有一个十二条扣打嘛，吼对不对？但是咱特湾牛的呢，特湾牛的是安那，我落阿伯店，我一摆出年头，你啊三个月、六个月了，啊有咱一年的啊，我做一摆个买贵煞袂使个，所以咱就是。咱有发现个这问题，伊有认为家我呢，对伊的权利无伊嘛。哦，咱伊厝个人都摆下都差，我了十二摆下买买都无要紧啦嘛吼。啊，所以咱这个咱阮认为因朋友发生这问题啦。啊，所以咱嘛，包括咱大家听啦吼，大家听啦吼。啊，伊这民的声线啦，啊，就帮伊第二版做一下啦吼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拄仔迄个阮来转啦吼，看是多一个全职单位。个人是关务署还是倒位啦？哦，这样讲。对对对，啊，第三案，第二案吼，即个议会提的就是讲，即个议会要会员啊，迄资格的问题啦。啊，我讲个问题，我先讲一下，看你是怎讲的对无吼？就是讲，即摆有两项来入即个议会吼，一个就是用户籍，啊，要求就是伫要求涉及吼，会使伫议会嘛吼移民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。一、那个尊敬，设立这个琉球的港，买在做这个会员。啊，即摆议会意思讲，户籍的部分因查会着啦，啊，船籍的部分因查袂着，可能走去别位因知影，吼，啊，甲这个会员这问题，吼，是安尼，吼，是安尼嘛，吼。安尼啦，我想讲，本来这规定就是安尼啊，甲这全国适用嘛，吼，不是琉球这个专用嘛，吼，啊。一、那个户籍的部门，第即摆就传奇部，那传奇部就是看咱即个管户这边吼，还是咱业主这边，咱有迄个管系统嘛。若讲有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传奇有转移吼，这副本就给这个渔会嘛。哦，迄历史一张啊。对。哦，安尼领导张阿伯就对啊，好不？安尼会使无？哦。这个传奇嘛，因为你上面传奇嘛吼，咱这个咱也是平时咱这厝了就是要离咱咱咱咱厝咱地方嘛，啊尊敬就无同嘛，吼尊敬伊了了，伊尊敬伊也是带伊人带伊来当来遮值班吼，对，啊所以你若有但是啊伊也要走要到哪要通知也唔当通知，啊唔当话失去内容唔当消息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像你讲的。是不是伊也无伫遮这个是？即摆就是阮司主任伫遮嘛吼，啊，搁一个迄个养殖组组长吼，即阮两个做我来整合，就是讲吼，有进来嘛甲伊讲，啊，有出去嘛甲伊讲，对对对，安尼好无？哎，我唔知啦，系啦，无你讲你要联络啥物位，我同你讲嘛，对。转机到小琉球，还是从小琉球转？转出去，也要告知一下，也告知一下，完了，哦。这讲足久啊，我来讲。啊，我问一下啊，这也是要出港的啊。了解，吼，这代志吼，我找阮同事咧讲啊，吼，要互你方便，啊，不过吼，这嘛是迄个港务的迄个航行安全迄个问题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恁若提着迄个问吼，免惊迄无法啦，啊，就甲你讲啊，你下届啊就无处理啊。你按了解我意思无？我是了解，也是讲安尼碰上一只，不是。是啊，你即摆要叫海巡的吼，你配备无迄落按该放心啊，讲出问题，海巡的爱担责任嘞，你知我意思？诶，不是恁爱担责任啦，诶，是我船啊，我嘛是爱。是啦，我你即个船委员嘛讲过几啊届啊，啊，我们现在已经这样做了吼，袂坏啦。
我只要只讲未发，啊，未发你都要动的，你都你到海巡了，到海巡了动了，你又未使处理啊，处理要发啊。没有吧？没有啦，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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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这有讲啊，哦。所以海巡署也，他不会再去。这我已经处理过啊，今天麦克风。应该不管拢处理掉啊，应该是不会啦。今天我有处理过啊。你这卡片做简单啦，啊，所以就是做歹处理啊。你咧放，还有一个归宿，咱是讲建房放，大家要讨，大家要讨，为着要倒。你放还有一个归宿一个位置，互我只船仔知影，怎去去。唔是你要食，听家己啊。对啊，你要食有遐有，唔知阿婆婆头一点，伊个船也咧安全啦。你即摆摇咧，迄个阿阿汤汤家迄外时阵咧，后面哇迄外时阵咧，但是我咧要倒咧顾袂饱咧，要要死啊你！这无当做食，吓！你无做做下趟无当做食，较早是放是放即真海即尔，咧二度顶啊二度下啊，哦啊伫个二十度经过120度时啊，透啊十八度边，即毋是放过二度顶，即比因爱放倒来，因袂放倒来啊，对啦。啊，即个我对大因为讲，我哩。我说明一下吼，因为即马置放人工移交吼，你都爱经过阮业主同意吼，啊你放的所在是公告的人工移交，其他即马讲的，即个就大部分嘛是人文迄边啦，伊是人工服移交，哎啊伊，对啦，哦 OK， 咱卖讲某个议会，哎 OK， 排解啊你，那这边它是非法的。哦，是非法。啊，今嘛我们跟海委会哈、哦，现在我们正在修订我们那个投教的办法哈、哦。日常工，你有违规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处分你。哦，那我们能够来哦那个贺府集中非法的也行为，因为一违德一登火一夜哦，又得人工无依交来给予啊，给予了一个哦登火一夜，又在双重给予。所以也真多，啊，不影响到咱放棍的这些。大咩东西？嘿，东西无唔对，啊，所以影响恁咱放棍的迄个作业的权益，吼，啊，这个阮厂牌可以来做处理。伊若要生我，我若是要生我啦，大家是想要生我，就顾不到啦，顾不起啦。你要规划一个所在，互伊讲吼，啊，一个所在要放，我今仔要放下面的，下面的，要放下面。啊，即摆在担任时，风头上面大啦。我们业主吼，对于人工硅胶，我们是反对，我们不赞成他们投放，除非使用水试手为了一个气垫，阮才有同意。其他吼，因要帮人工硅胶，我们一概不同意。所以就要容易，就要容逃逃绑。你无同意，你嘛是话。你讲伊放迄落人工鱼胶，讲去业主阁有补助，讲一块补助偌济，嘛有人咧讲安尼，还是有影有啦。人工鱼胶是阮家己边境会来投放的，阮后下咧补助。我当一块补助十万啊几万啦，我想个啊，讲
我是种比较，我有。无这种代志，无这种代志，无这种代志。南港开会啦，伊就伊讲吼，你放落伊要去甲红开，结果到即摆连一粒都无红开。讲开几百万要去往迄岛啊，往长滩啊，落甲挂，到即摆也是搁愈济啦。有啦，无影嘛。阮九十七年吼，阮捌做过一辈。哎，九十七岁，七岁我若有，还会搁往迄岛往看，即都十粒都爱装，结果连一粒嘛无往开。因为啊，即都一个无可靠尔嘛。有啦，因为吼，即、這个你海中到底伊个人工浮标设置多吼，咱无一个正确的位置，所以阮十年前。阮也为规到迄个样诶拖网吼，伊用用迄个刀啊，伊咧拖，啊拖是用来切掉啊，诶，啊阮效果无好，啊最拢无去用半粒块啊，啊最近啦，最近啥？无人拄着啦，无人拄着，伊咧中伊咧。最近敢若中油公司啦，因为即摆中油公司伊要探测迄个咱西南海域迄个油井啦，所以伊有委托一个外国公司伊去清除。啊！你都清除了，伊把人搁等，嘿，把人搁等。呀，啊，那是搁愈严重。啊，所以阮即马，阮即马从海委会，阮来用诶来定诶。是的。伊是去加落迄个三千几万，所以伊才去清除迄阵无啥物件着少啊，但是到无少嘛是搁放几落百粒无。我那去绑啊，尾啊嘛是去绑，我尾啊嘛是去绑。我继续绑，所以阮即马。好赚啊！一礼拜几大笔啊？好赚啊！伊安那伊业主来又来反映，伊讲迄落即马来迄落要掠，你这就是伫港口代住的迄一条订书，几千米的千外米，哎嘛是，再办法讲出啊。要代住的时阵，船啊有影风影也捌变过，伊讲伊无唔知影做代住。你受限嘛，古古都会代志唔知啦。无船啊，免当出港啦。所以连渔业主嘛是天意啦。我要怎个，我都会代志，我唔知啦。伊过去吼，十外块啦，过去的年代，阮拢叫请阮个海巡署讲，恁即马吼，哦，你们渔业时阵，咱们出港的时吼嘛，恁去检查讲，伊船顶是唔在迄个人工浮标，哦，啊，结果嘛是海巡署检查了嘛。伊来，我嘛唔知伊是毋是按嘛偷偷载出去，安尼就是继续我来载出去。迄就是来，安就是有阴谋啊，对唔？无，那咱赶快做个代处，唔知影。啊，海巡署咧往遐个啦。啊，我知影要安怎处理啊。我知影要安怎处理啊。我们把今天提出来的问题，还有我们的解释对话，把那里面也整理一份，好不好？详细啊，哈。然后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然后对策是什么？这要很清楚的，哦，好不好？安尼恁就知影方向变哪只。阮提供，啊，恁都注意嘛嘞，安尼。对，当然，这合理啊，公道自在理啊。我如果我听耶稣这边也很想积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那但是重点好像是啊，都快点上面管理，上面管理，啊，等些话跟，那至少这个问题重新又拿出来讲了。那你耶稣的态度其实也是在回应于你嘛，是正面的啦。啊，正面的，那敢讲，咱过来变哪只？好不好？安尼就好，吼，啊，这个要白纸黑字。哎呀，我有机会叫做视频哦，插卡，而且有来，我有来。是啦。不是，这都规划的，就是规划的啦，吼。我们还有会，今天嘛有咧，迄个平台嘛咧讲，要安那来清楚啦，吼。有需要清楚，啊，靠安那做，我都要委婉的讲嘛，吼，我就接过来做。所以，我就放啊，就放啊，几度电啊，一百二十度，当地迄个基本上是要叫人做作业，我就猜多要。啊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好，今天无放啊，当地啊，放啊，当地啊。今天那个问题讲个清楚吼，咱就当来处理啦，吼。所以有当时啊吼，有当时啊为着伊个人吼，安尼放，你看干呐，放较紧哦，要顾伊时阵开偌侪钱，啊，业主若把这钱拢摕来顾遐物件，其他所在其实就食着咱的资源，所以我感觉就是讲，从头就卖做这个工。卖甲关卡讲啦，你要禁止带这项物件出去，安尼以后。各方面，阮拢来努力啦，吼，各方面阮拢来努力。对啦。哦，莫讲咱咧放放的时候，钱规个等你啊，就会搁甲叫来。今摆吼，算讲咱今年有回报期的
这现在移民，我是有问伊话啦，讲以后就免干啦，确实有这个问题嘛。你咧讲迄个通信费是对不对？以后就免干啦。所以1600大型的吼，1600大型的，对了，这只船上最差400多块嘛吼，这大型就是大型，这不是迄落啦，这才是事实。哦，这个是属实。办这回报机啊，吼，也歹哦。刚办这拍回报机啊，这袂歹。伊即摆要求6点钟，我若困啊，袂困过啊，计我困过头去，咧报电台袂报机，拢无要回报。这个故障，我有个人工的服务嘛，吼、哦。来，鼎龙这边都说明一下。伊个讲不是故障，是咱主要休困迄时间。对啦，迄袂记无叫回报机啊歹。要去故障嘛，吼。回报机啊歹，要求我6点钟报一摆，我若再上6点钟来。我大讲，我有你嘛，我12点钟，我陪伴的时间，我休困的时间，无通就是无通。我咧寄新的厝，伊个厝我先敲电话厝，我是安怎拢无报，啊，我咧寄新的厝也是安怎做报啦。伊也是要求6点钟，不定是2点钟报一摆，60万到80万。手人恁伊个厝，我看见用手的。管家再来，这本来讲吼，这雨后这个床位回报啊吼，起码是七点钟起盖嘛吼。那是讲这派去吼，会使手动人工回报啦。啊，人工回报意思是，唔是讲人工回报是一天报四届嘛，来咱今报一届嘛。啊，这唔是意思是讲，唔是叫你讲一天一届报四个转会，因为啊哪里都无啥意义啦。这主要还嘛是考虑讲，哎，这每节6点钟吼，你位置伫对吼，这。你6点钟啦，你6点钟，阮陪阮的时间啊，甲作业的时间，阮拢规拢唔免困。阮一个同迄个电话讲，你嘛爱12点钟。其实吼，这一点差1点钟，差2点钟。无汤就是无汤。我其实啊，差一个1点钟、2点钟，我相信我厝内底应该是无会给你。顶放个派去啊，2点钟叫我要求，我从人台联络人讲爱2点钟报一摆。2点钟要报一摆60万到80万，上万到84万。我去了解，伊讲倒一只船有一个，我叫你2点钟来报一届。这人今摆是无人讲啊，都破看都怎啊？应该是没啦。啊，你看我这摆啊，歹啦，6点钟报一摆啦。就今摆是讲，我时间计头1点钟尔报，人台讲袂使啊，你啊都入去内底报。啊，你嘛管作业的时间，同阮休困的时间啊无，你又讲管什么？什么时间有这个问题吼？我会甲伊沟通啦，吼，这有诶代志爱卡。哎，较好也是做经营啦，吼，哎，较好也是做经营。你陪护过去，你个歹，你若看是要12点报四点，一面一届一工一面是报四点报四摆，你嘛会当讲像我一面12点钟报一摆，啊，你差1点钟尔，你同同台电话啊敲去，话机联络袂到，一大阵啊电话钱，你若话机电话啊六偌济钱啊？超过1点钟尔，唔爱讲啊，伊无来啊。我这里吼。他来讲，约束哈，跟两边中间哈，一方面是国际组织的压力啦哈，二方面当然是我们渔民。您压力不对啦，你也是讲为平台爱派，恁一摆下当先来查嘛，看到底是派，还是叫人给恁平台嘛？啊，我6点钟要求我6点钟报一摆，啊，我一计头1点钟尔的，啊，当当地搁敲电话入去，我讲袂使啊，你超过时间啊，袂使报去啦，搁电搁去。会都委托人来报。我本身派的啊。无啦，你这个案我等于要跟你了解一下，有这个问题。那做了无介符合实际情形吼，阮会来过来调整过吼，做法爱符合实际情形吼。对啦，你这个作业吼，唔是因咧细只吼，落个。你来管咧一摆，困到会上街，只好6点钟还落去，好。啊，6点钟你算免了，我困2点钟。对嘛，所以说符合实际情形吼，都要有一定强调，这法吼一定爱符合实际情形啦吼，这阮会来调整，吼，这阮会来调整。新的行厝，新的行厝啊，安尼也都袂使。地下室都卡来讲你，啊都，啊我来去寄朋友寄新的厝啊，安尼都要求咧，爱都报位置，讲这块先好。好啦，后摆咧处理这个代志，安尼啊嘛咧，上面嘛咧甲你关心啦吼，上面嘛咧关心，因为听。所以嘛，你吼啊，上面人讲的啦，行路唔知坐车人会更好啦。是免来关心啦，免管这个啦。阮台湾人真个讲，有诶有面的啦，一面咧足看我啦，啊珠海一面咧哦。啊！你做局长哦，真正吃生活拢倒变哦。所以讲，我行路唔知坐车人艰苦，是反正人唔知坐车了啦。反正呢，平常我坐车人艰苦。
看一面，啊，等下来用一摆运行啊，佚佗啊。啊！迄个人一直干嘛？工作，迄个查某囡仔干嘛？甲哭，我讲啊，你是哪干嘛？甲哭，伊讲，甲讲我迄无超过，我甲讲准拄好就好，甲讲袂使啦，硬要迄落啦，啊，伊就干嘛？甲哭啊！啊，我问个小姐，伊讲都无符合实际情形，哎，硬干嘛？我讲啊，你是哪硬干嘛？伊讲，哎、欸、啊，叫迄落卖看到，准到迄落就好，你是哪块？讲哎、欸，啊，今日这个主办的啦，领导的人，恁媳妇、恁查某囡，你会叫安尼做？啊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阮嘛有阮的苦衷，但是我即马就讲吼，你即块上爱较符合实际情形，吼，因为同事呐看到迄，伊就爱照安尼做。但是阮会甲讲，有一寡你会当考虑的，爱考虑人实际情形，他拄仔咧讲，迄、那个时间，就拄仔拄着什么代志，咱嘛爱共体谅。所以即大家互相啦，啊，你我拄仔讲的，我妈甲伫遐哭，你知，到尾就咧死掉转去。伊讲，感觉头路歹食。啊，我讲，哎，这样恁早嫁恁媳妇，你叫安尼做的。对，所以人有当时也是无同款的立场，想法无同款。我拢了解，恁讲我拢了解，我嘛为整他来，恁讲这我拢了解。所以我一直甲阮同事讲吼，咱有阵仔实际情形爱迄落。恁拄仔讲的包括一寡水沙啦、雨刷这代志，阮嘛拢了解。所以阮会符合实际情形来处理。哦，我这处理了对啦，无这个糖啊，都从这其他胶里边来做糖啊呢。我再约定下，台湾再介绍，我讲无偌济呢。谢谢哦，我今天都有讲过吼。三天来说，另外我来讲啊，即摆讲啊，台湾咩啊？我近海，我廿寸啦，我廿寸啦，即无啦。三两百海里，总共算两百海里，说起码存了十多，好一半，三十万块钱，我够做袂啊。我再约都无偌济呢。说另外你三天来捕鱼，哎，三天去卖，你这种卖无着。一天一天介绍不同，了解好。来，这个也进来的部分，四十六家。来来，好，你个人说明一下。就是吼，我会记的吼，像这些冰鲜的渔船，譬如讲迄琉球的吼，不是帕劳吼，伫帕劳抓迄较冰鲜的尾鱼吼，因为帕劳渔业合作，为帕劳水域到帕劳港口吼，也是很快啦，经济水域。一回一进来就马上就到了，所以我们对这种属于比较严禁海啊，或者说比较靠人家港口比较近的，我们都特别会考虑到说它蟹鱼或渔业合作的需要哈，有给它一些弹性或放宽，哦，不是那么严格的要求说一定要三天前预报，哦，那对于我们这种我们会给它特别考虑。你他只是规定讲，你礼拜你要卸鱼的时候，你敢是你拄到的？无我到我问你啊，你先是你听人讲还是你拄到的？我人是啊，伊这哦，伊船不是讲远洋的啦，伊只要我的渔船四米三的超过两百海里，伊我就爱回报啊。算咱日本台湾啦，这我最先拄着呀。我离海安尼啦，啊，唔知影讲是台湾有这日啦，结果卖无钱。我才两日就到台湾啦，拢伊迄二十八度啊，二十度顶啊，一百二九档啊，而且这熬三日就会使会到。啊，唔知影这日下一个要动手的，恁拢讲哦，这动手以后要变再卖。
爸，我这你倒袂报一下，我靠腰都差差种。咱这是叫进远洋的啦。啊，都两百里外。啊，两百里外，俺嘛是，我国外嘛是我台湾。意思是讲，那两百海里内无这个问题啊。两百里内无这个问题。无这个问题啊，因为你拄仔讲到两百里海里内，我惊一下，我想怎么会进海的会有？那个鱼预报的泄鱼预报的问题，没这个问题啊。我现在先讲了后，两百里来无这个问题，对。两百里我才无这个问题，两百里我。啊，你若是讲两百海里外，讲无买到，你会发条问，阮渔会，阮渔会发落这個，哦，发落阮这渔民，哦，我按了两百里外租约，我按听了介绍后，去八百回，哦。两百海里远洋，它本来就有预报，只是说伊的时间来让刮较紧的时阵，啊，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稍微可以给个弹性，比较稳的时间？弹性好弯，对啊，我这你讲的这样哦，谢谢，多谢委员哈。对我来讲，我们是两百海里外哈，因为两百海里来，我给你咱家国还少数啦，少数有，对对。两百海里外，你从。所以拄仔都有讲过嘛，看会当上底作业时间，互大家上方便，阮来检讨嘛，吼，阮来检讨。哦，你知你拄仔讲，你若要三工，就连咪就到位啊。你而且讲有一套做无，啊，到时阮转来要回。没啦，这，无啦，这你也有时间去甲迄条顶龙，你只讲个清楚吼，到底需要啥物？怎么叫啊？我来处理，叫命叫啊！哦，说明一下，说明一下。叫大家叫命叫啥？蛮困难，这个人啊。一些案可能是伫个两百海里以外，伊譬如讲伫个菲律宾、当兵要回来，就当兵在回来，要回来嘛，哈。但就是出了我们 EZ， 但是即使在菲律宾东边离台湾很近，也是出了我们 EZ 了，哈。那出了我们的水经济水域回来就算是远洋船的啦，啊，就拿远洋渔业许可嘛，那就要符合我们这个远洋的规定了，哈。那起码规定是讲有三天泄鱼预报的规定了。他说这进展嘛是讲这可能无合理哈，这当然也是讲这时间有可能讲改，再给他缩短没有，这我们渔业署我们再来评估看看啦。那我刚才举的例子，譬如讲这微网船，啊，这个爬到这渔业合作船。一些嘛是终结爬到沿近海作业，为爬到水域，等于爬到港口吼，嘛是一竿子搞。啊，为接爬到接又爬到这个案子吼，我们渔业署都特别的通融说，哎，因为他一天就到了嘛，那你要报三天就不合理啊。啊，所以讲你接，可是不是跟爬到有类似的状况？我们渔业署我们同意说，我们来评估看看呐、啊。好，好那如果有空间可以调整，大概多久可以给他们答复？我们。尽快看一个礼拜，我们几礼拜？几礼拜？大伙，哎，三礼拜，三礼拜，要安怎处理啊？呢？好，以为吼，好以为，对，这委员吼，比你较认真啦，伊迄落吼，伊不是咧管。是另外，我讲啦，简单的就是讲，这逻辑都一致啦。伫远洋，伫国外，你讲出去掠鱼，到远洋，伊讲你要下鱼。你讲咱泄鱼预报，咱着前三工，啊前三工的原因就是讲，啊你一定该算你的航程嘛。你讲你嘛差不多来上紧，你来讲只嘛两工，我爱三工啦，所以我予你三工。啊，但是讲咱伫海外部，咱自己都放宽了，考量到渔场到他到渔港要去卸货的时候，他一天就可以到了。那同样的逻辑啊，国外我们可以照顾了，那国内我们更应该照顾了。我回来可能假设你从菲律宾那边假设总共我不晓得航程，菲律宾那边回来是假设是一天半，啊那一天半的时候，那就记得看前面我们就有弹性的空间呐。国内国外应该是一样的道理，可以吗？国外我们都可以放宽呐、啊，那国内这个部分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比照办理了，这个逻辑好不好？研究一下一个礼拜。对，当然说如果说渔船主要都是在菲律宾或巴士海峡这边作业，我们再来研究了。对啦。哪些公司你譬如你去密克罗耶作业完了。哎，黑暗的，别再查那个地稿了。黑暗的，那个不会了，那个不会。现在的逻辑是说，我根本从那边回到台湾要卸鱼，不用到三天我就到了，我在抢时间要卖鱼。你举的是密克罗哦，你跟我一百亚登啊，黑暗的这个我刚刚当然三天那个又反而又合理啦，哦，好不好？安尼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安尼，罗伊罗一礼拜好，来过来。
一礼拜要确定哦吼，到底是安那？啊，若会使改进的，无绝对改进的吼，绝对改进。欢迎你们，也要欢迎你们。够不？够不？来来，来，过来。我甲阮刘金，我甲阮议会理事长建议一下吼。我大学村大学里干啦吼，顶一下你有落无？开会你有落无？你哦，你计较哪可能有听讲啦吼？迄大学里干纯粹是虚干。即卖管路唔知做隔隔啊，搁有往半尾去，吼、哦，啊往半尾去，你即条有协调好啊，吼、哦，要去到倒来检查扫要留偌大，即已经拢有参详好啊。啊，我想要甲理事长讲，你着爱建议讲优点蛮好入来，安怎优点加迄个钱，我万不得我逐日也开着飞袂起。从之前了有发生这个事故过啊，对方入白色哦，讲啊你讲白领，这真正的哦，哦，所以这是虚假啊，因互管路高架往坡就要去，无管无法度啊，我移民无法度啊，啊油电忙是袂，那拄啊想顶顶几年啊入来白色，佮对方佮呛讲啊你讲白领，我讲了啊，真正的。哦，这李处长，你爱注意一下哦。哦，这我来注意一下啊。这油电无唔对啦，油电真是拢过千万啦。了啊。啊，过了千万，你怎啊？你咱人会烧起？咱赔袂起啊！像阮路的吼，路的塞进口车迄种车，咱那是在迄种不良行骑的，你要赔人赔不了你。对啊。哦，这我来注意一下。所以以为爱。哎，我来注意一下，因为咱礼拜会议嘛，应该咱桥村的这个。因为朋友甲乡民拢有去参加嘛吼，啊，大家拢有同意伊个、伊个、伊个是迄个、迄个跑水车个部分嘛吼，就分做三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着头站就是讲咱宜顺个话啦，啊，来是报关嘞，啊，伊去宜楼嘛。有啦，前几日也是搁有落开啊。有搁落开啊，你。落开搁无共放送，拢无共放规日煞放送。安尼嘛，哦，安尼啦，你大学村个人有同意。拄我叫大学村个人。咱以为有提问是讲，咱大学村个渔民有面有同意，以为就没有意见啦。哦，伊正是要往官里去挖啦，挖大寮个啦。啊，大寮是一个渔港，对，你要尊重我们当地的渔民。一定要归说明为吼，即管路的人拢认知啦吼。管理经过几落摆，吼，几落摆拢有甲伊讲嘛。你一定要归说明为，无只个讲讲嘛，只个流你讲，讲伊袂咧变亏，所以伊敢有咧亏嘛吼。啊，即阮注意一下，啊，即阮注意一下吼，来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吼，即你资料了解啦，吼，你资料了解。最后，佫有一两个问题要来迄条吼，来，咱迄个副处长先说明一下。好，多谢我迄个机会吼。提过啊，按啊，即上尾个按我来讲一下吼，就是讲咧，机会建议啦，咱村啊吼，咱卖日本、澳洲吼，会使卖中国大陆无啦吼，啊，要直航大陆，咱安尼个问题嘛，对无吼？我分两部分来回答啦。咱迄个鱼啊要买倒去，较价钱较好，卖去遐安尼较好嘛，对无吼？若讲有其他个国家会使去，啊，我嘛支持嘛。哦，啊，这一部分，啊，另外一部分就是咱村啊是拄啊咧讨论讲足侪村啊问题，村啊是咱国际有咧管制，啊，管制就是爱有当时啊爱有迄个证书，啊，这证书爱去别个国家，包括咱中国大陆，爱去迄个介谈啦，吼，这检查的这问题，啊，这阮会记录起来，哦，看以后要安怎做，哦，啊，这个建议在安尼，好不好？哎。市场要把它扩大，这个我们都支持啦。哦，我咱的迄其他个未来好的介绍安尼上好，好不好？啊，另外一个迄、那个，咱最近吼，就是咧争取咱大北迄个配合的代志，甲保安城吼，即配合要一个交换的即代志吼，咱而且咱迄个组长来讲一下。会上。其实。我了解这個，包括阮东港都琉球这移民嘛，足关心一个咱台湾这完成甲日本大马交换这配合的代志啦吼。阮厝内底想法是讲吼，这因为过去这阮完成这个配合
其实无完全该利用啦，吼、哦。过去几单可能差不多三百栋，贵五百栋。那阮完成配啊是差不多1709栋，所以讲这够就这这空间吼，也使没有利用啦。我过去中间没有利用的配合就拜拜，就浪费掉了。你是在浪费，你是在保护资源，是了解，对，我了解。你啊要配，你那个大家分，我做，你大家分，我第一时讲吼，我讲你头壳歹呀，因为其实吼，你讲对啦，台湾移民有这种想法，我也非常肯定啊，要么都另外一方面吼，你不能聊聊你哈，就那么聊，我来告别你两句，忘怎么家里我来讲。了解，对，是因为伊讲这空间够就济啦，啊，另外一方面讲是台湾讲移民吼，即无够嘛，无够，所以讲提一部分出来，甲日本家交换，吼，这是我们主要的出发点。啊，这个交换唔是讲台湾讲好就好。啊，日本嘛会讲好，啊，日本唔是讲两个国家讲好就好，嘛爱国际组织讲好，好、哦，所以讲这个吼，拟定国爱讨论，好、哦，啊，啊不，还没有定，完全定案了哈、哦，定案了吗？啊，还没定案了哈，即嘛爱国际组织同意了，哈、哦，那主要是讲这我们配合要国化，啊，拿一些我们渔民需要的大木也回来了，所以讲你当然如果说觉得渔民觉得说今年固荒这样不好。我们今年也只有今年、明年这个一年、几年时间啊，改季安嘛。那季安讲无好，啊，老民卖瓜的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我等于是讲这个吼，有一个机制，哎，有一个机制啊，好，哎，这个还是初步的。这个我来讲较紧啊。这个移民大哥吼，我刚听你讲安尼，我吃一个。就讲，这个有保育的概念，一般人无人要讲这個，你这叫少数说。但是你讲这感觉，让迄个渔业署的人，伊是惊到，伊是咧甲你敬佩啊，爱惊到啦吼。但是啊，迄、那个配合这个部分吼，不管伫东港，还是伫咱小琉球，我听太侪，大家讲要争取搁较侪配合，一个就抓完了嘛吼，对不对？无够，大家讲安尼，我抓，我其他渔船啊，唔得北开，所以呢。政府这个政策，你讲伊换大白啊，这个渔民是欢迎的，这个一定是欢迎的。这第一个，这不用考虑啦，是差一个讲，你要换偌济，人家袂甲你政治操作啦。伊毕竟是村仔的部分就较贵嘛，然后你的那边金，欧洲一定是较贵的嘛，比大白啊较贵的嘛。啊，介绍你，譬如讲，你若一栋换一栋，人一定甲你政治操作的啊。啊！咱你徛伫政府的立场，你连感觉讲啊，我都无换遐，嘛是浪费去啊！啊，但是要该政治操作的人，伊讲唔啊，我摕两块的人，你敢换一斤一块的来？问题会出在这个地方。当然，要甲日本换，爱有日本同意，爱有国际组织同意。但是咧，有一项啊，我硬要提出来，是讲我听足济，就讲恁两个想看卖，村仔的部分呐、啊，你比如讲你即摆一斤偌济，白玉米偌济，八块嘛。好，啊，你个八块有一个问题来了，啊，你即马太卖出去，啊，你都撑到炸了两料呀，你即马太卖出去，时间可不可以再往前？因为你有1700啊，你每一年才300多，不到400啊，啊，你不如你就怎样讲，你到愈时间愈拖愈后边啊，阵渔民嘛袂甲你买，我甲你买，你卖我一斤一块嘛，我买多少？都撑到你已经无啊，往前已经无啊。所以你既然这个配偶要卖出来，要八块，你是不是炸？你就应该卖出来。啊，这个嘛，我感觉渔民安尼要求也是很合理的。苏丢干不是安尼？你有这个政策嘛？可是讲你讲一斤要卖你八块嘛，卖你八块，我想啊，今晚他卖，今晚他人要甲你卖。啊，你不如你就掏钱加，你就先，你就训起的时阵，单位厉害的时阵，你就讲啊好啦，我今晚就卖你，啊，好人会当加了，比如讲你10栋，你20栋了，伊会当掠较济嘛。一并考虑了，好不好？我来，我们署里面没有限制说你一艘船只能抓几吨哦。完全不，我们就是开放给渔民自由去抓。现在问题是，就是说资源他都要贴斗啊、绑牙供，可能资源有问题，就抓不到嘛。哦，那、啊、抓
抓不到，所以一千七也是空的，没有用。对，现在是说我们渔业署哈，你看贵体哦，渔业署开办六拉八拉杂架，我换成也才登记说成为黑尾船了哈。啊，每一单差不多拢七八几只呢。啊，时间都无人买了。因为抓无啦，抓袂到嘛，哦。对，因你啊，你也唔敢入去啊，啊，啊，你时间在边啦，你，我唔想你待你啊，你实在。这我了解啦，这。啊，这个无多。这个无多啦，你讲，你讲，就是讲，会使你叫，我袂使讲。你啊，要啦，我唔想配合，参迄啰，参迄活动个配合，迄就是头壳歹。我讲。我敢在讲你头壳歹呀，因为对啊，迄个伊唔敢甲你回答啦，唔是，伊无头壳歹，伊要怎甲你回答？伊连录音伊都会敢甲你回答。较早伫迄个海域，大家安怎掠，你也毋是毋知啊。啊，佫有重叠，大家嘛拢知。讲啊歹，你来讲出来各种干胶，迄较早为咱都加减啊无人看，甲收入去安尼啦。即摆你都收袂入去啊，即摆伊都军舰伫啊咧伺候啊。你看迄巴丹岛里啊，咱来个军舰伫啊，你甲委员看我办公室哦。拢种海岛啦，你知唔知？拢种海岛对，遮船伫对啊！恁若紧拍我，我就讲伊遮伫对，我就紧问伊业主，你知唔知？所以我对这个情况佫有了解。你叫伊唔大家歹，伊唔敢甲你回答，伊怕我都回答，免人去。或者恁过条条，你免人去。我嘛知影，是安那咱较早遐侪扩大，我较唔知影。是安那咱甲有遐侪扩大，是安那降到咱的廿三百几，都唔敢去啊！有啊。啊，是安那唔敢去，话所在人个啦。啊，较早无掠遐严啦，啊，即摆伊阁顾伫遐啦，所以这个问题会较无解啦。啊，但是呢，要换这个部分啦、啊，要换这个部分。我们在东港，我们在小琉球，这么多渔民都已经反映，渔民是支持的，啊，支持的一个希望。你也当迄个迄个完整的部分，会当把大华大华干嘛？你加一寡扩大，会当去换回来，互渔民会当掠，对渔民创造他们的收入是好事。这个部分就不怕人家政治操作了，渔民真的有需要了，是怕说你会被政治操作说可以两块一碗一块这些话，看刚才讲安尼尔啦，重点是在这里啦。如果老政治操作，老政治到渔民出来甲交好啊，咱渔民在那边话啊，大概嘛听渔民在讲这啊，讲有影你在扩大放出来，放出来啊，讲好不好？阮同事毋是大家派去，伊知影啦，伊嘛知影暗时去放，啊，着等一工才搁暗时了去拖出来，啊，结果话会变什么款？拢了解啦，但是有诶代志吼，就是事实上，阮咧操作诶时，阮咧做诶时，阮咧讲诶时，可能袂当查恁安尼讲啦吼，所以阮拢了解。啊，拄仔阮林组长有讲啦吼，即个工作你也歹做，也无较好啦，也无较好。所以即卖就尽量安尼来做。啊，拄仔委员有讲吼，咱会当争取诶部分，尽量来争取。啊，即个部分还袂定啦。啊，总讲大家若感觉讲安尼无好，无得卖嘛。啊，但是安尼对咱来讲无较好啦吼，对咱来讲无较好。因为遐日本遐去。伊说只伊就掠，知无？日本遐去啊，伊个收翻头家，伊啊说只王正正伊就掠来啊。哎呦，这个鱼就是安尼走的嘛。了啊，啊说只掠，看你搁扩大伊，啊伊个鱼啊掠了伊，你要做有大只的啊掠？哦，你落来头壳你啊想的，哎呦。潘姐，潘我这我这补充一下吼，阮这扩大是诶，算讲是大诶。大的黑尾啦，吼，三十公斤以上，以上的啦。即卖是三十公斤以上可以啦，唔是讲细只的啦。迄细只，迄无价值啦。迄日本伊遐较有迄只尔，遐伊有种细尾，即在台湾只只只凶大尾，上尾还要上百起的，无迄细尾迄。啊，伊去翻头皮，放正放假伊翻头皮，伊就掠伊啊。即吼，拄啊，有话就讲啦吼。东港啦，遮啦，足侪人拢有甲我讲，阮问伊讲，啊，无卖做。伊讲，当然是爱争取大包啊，即摆要掠到大包的货啊。所以足侪工课吼，阮尽量来做。啊，恁的期待，恁的需求，阮嘛尽量来处理。吼，我今日利用这机会，甲大家说明。唔知佫有其他问题无？唔知佫有其他问题无？有问题来了咯。系啊。佫有其他问题无？嘿，若有问题，尽量提出来。啊，阮拄啊有讲好的吼，啊，即记录咱。该一礼拜就一礼拜，该外久就外久。委员嘛伫遮吼，啊，秘书长嘛伫遮，阮会来迄落。啊，大家若无其他个问题吼，咱今日就先到遮，因为我想要留一寡时间吼，互阮同事去看鱼竿，看看该当安怎处理吼，咱就紧来处理。啊，今日委员那边再跟大家。我来，谢谢我们感谢署长啊，感谢我们渔会吼，咱个秘书长啊，总干事啊，搁有咱遮个鱼友兄弟啦吼。啊，今日呢，我咧想座谈今日讲出来遮个问题。
那有答应的部分，我会帮大家追踪每一处的座谈，哦，大家小偷一点心声，啊，让因知影到咱渔民的一个艰苦，啊，有需要去松绑的所在，就像咱讲到你拄仔讲迄个肉粽干迄个部分，甲大家报告，迄个已经甲伊阿叔家讲过啊，那个在规划，那个嘛，迄个你也甲讲过几啊撮，迄个一定会创，哦，你处长也在遮吼，啊，恁那天讲到迄个渔港的部分，迄因为新港的渔港，啊，甲拄仔遮人也有讲要哪规划，即个吼管路家吼，你就做些处理。那其他的部分呢、啊？刚的对话的部分，我们请渔业署这个地方啊，针对渔民的部分啊，一个礼拜内啊，把问题整理一下，然后把具体措施来做一个回应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今天很谢谢我们署长，很谢谢我们一位理事长，很谢谢我们所有渔业署这边，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团队啦，吼，阿妈感谢咱家渔务兄弟，谢谢大家，阿妈感谢咱管路家，好嘞，苏六甲大家简单几分钟。感谢各位吼，拄仔讲的问题吼，阮会就记录，该处理的现在处理吼，啊，阮会甲公文咯，虚伪虚伪转达给大家吼，啊，李处长，唔知要最后有要搁甲大家迄落无？哎，阿若无吼，真正真感谢吼，啊，阮一寡时间去处理代志啦吼，好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